再开节目。今日同大家玩一只新嘅游戏，叫做《喜剧石器时代》啊。咁《石器时代》啲游戏咧，其实就唔新嘅，应该都有15至20年噶啦。但系呢只《喜剧》咧，就系、是、手机嘅新游戏啊。咁我哋一齐嚟睇下佢玩啲咩嘅。佢好特别噶，佢系广东话噶。哇！呢、啊這個係金屬暴龍啊，我唔記得叫咩名，但係之前就係時代金屬嘅呢只機械嘅暴龍啊，應該話呢只嘢咧係特別勁。哇！一個美救英雄，唔係英雄救美啊！受傷啦！哇！擘大個鼻，唔知做乜嘢呢個。用我哋宠物嚟顶住佢呢只啊，跟住咧，哦，咁啊顶住啦，又踢屈。傻佬，傻佬，我唔知你系乜水，不过用我只宠，帮手顶住贴咧锁衣朵先啦。再咁落去，石武嘅二村就快玩完噶啦。咁、哦、我唔顶住佢系咪玩完啊？我想玩完。揿下个攻击掣。哦，攻击。哇、哦，强袭！哇、哦、哇、哦哦、大口噬噬我。噬咗我哋好多血喎、哦，你确定咁样系啱？咁样我哋打佢好少血喎、哦，不过你身手够一定赢。再咁会输噶啦，咁点算啦？点算啦？你睇住啦，要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，一定要好好咁利用技能。哦，要出技能嘅。以普斯嘅标识技能，跟住就用巨型大腳。跟住巨型大脚，标识。明白啦，不过呢啲数字系咩嚟噶？巨型大脚。嚟紧系话你知。顺序。呢、okay 這个技能，呢、這个技能，只要定好。收到。我哋睇呢个技能劲唔劲先，标识，碌三下，屙尿，屙尿屙一下，哇呢招劲，我呢招，哇大力金刚拳，呢、這个叫咩？如来佛掌，如来神唔系如来神掌，如来神脚掌。就嚟要出火焰气息啦，要用保护之歌嚟挡住先得。保护之歌，你好似已经冇力，你冇力射出、哦，使用拉力，哦恢复气力。然后就用保护之歌开始，诶，系咪挡到佢先？喂，补翻啲血回来。哇，喷火龙啦！哇，你知道保护之歌挡唔住喎，师兄咁流嘅，咪反晒光嘅只机械暴龙真系，诶，瞓低啦。攰啦，瞓低唞下，瞓到翻嚟，喂踢人嘅你，快啲同我起身啊！你要摊到几时啊？你要摊到几时啊？喂，我又踢我只脚，攻击我下五寸啊！哦，系肉啊！但系呢个系一个，我睇你都系冇咩事啦。美救英雄嘅故事，我个名叫梅，呢个系萨姆吉尔村，咁样揿下个荧幕就可以睇到晒附近嘅环境。嗯，我嗰时借俾你只宠物，而家点啊？点啊？因为被贴拉水衣朵喷出嚟嘅休息紧，所以原来系咁。我哋而家第一个去嘅地方，右上角呢个豆啊。睇下出现嘅提示，又细又得意嘅恐龙。又细又得意嘅恐龙，系初级纯兽师。你确定又细又得意？拣宠物嘅话，如果拣宠物，拣配置埋最后一只，准备好未啊？好，开始。而家就开始冒险啦！我哋用七嚿肉。冇晒啲肉咧，就冇体力啦！哇，呢、這个好贴切啦！俾呢样嘢你拎住，拎住啲咩啊？呢个系咩嚟？咩嚟噶？系神奇怪嘅贝壳，佢可以听得懂宠物说的话，新手宠啊呢啲，我记得可以骑。咁开始攻击制，班宠物就会依次序进行普通攻击。好攻击，哇！喂，今日 kill 咗对面只龟喎，同我哋劲啲喎，哇，仲回避添，只龟都识回避，果然新手关卡。头先嗰只机械暴龙听紧类似系最尾大佬咁嘅，快速战斗啦！时间就系金钱啊 ，Time is money， 咁呢个就可以两倍速度啊！哇，啱啱佢讲嘢啊！我咪讲过咯，只要有神奇背，神奇背壳啊！头先只宠物识讲嘢啊！哇，好大只啊呢个！试下用一次纯兽师技能，将绿色地板上嘅敌人设定为检查敌人。纯兽师技能系最绿色咧，就系、是。我哋黑佢系嘛？集中攻击啊！呢招，因为佢哋会周围中意自己打咩打咩。嗱，我哋咁集中攻击，
冚咗啦，已经进冚。诶，有个问号喎，跌咗个箱出嚟。一咁大只，虚有其表啊！先喺度留低你个大名。啊，要留低个大名。留低个大名，可以试用恐龙研究所。快啲去揾罗森博士。我哋研究古代生物啊！我系猪仔。哇，银色蜥蜴嘅。呢只系乌蝶。咁劲嘅。好型喎，佢呢只银色，我想要佢呢只多啲。又系抽，咪抽嘢啦而家。Hello， 我系罗森博士嘅助手艾利亚。博士周期性嘅免费抚养宠物，记住要过嚟拎啊！免费抚养宠物，哇嚟啦！我哋第一抽，嚟啊！千祈唔好抽到稀有，我哋抽到传说，传说蛋 ，come on！ 呢粒蛋睇落去都唔似系传说，三星啊稀有咋，屈特啊，一速龙，我哋三百粒石先可以再抽一次。稀有度一共分为五个阶段。要金色啊，金色最劲，紫色第二劲。头先我哋系蓝色，但系而家呢个咧最多都系抽到蓝色嘅啫，同头先粒蛋一样。哎、会唔会呢个唔系手抽咧？满唔满意新领养嘅宠物啊？我唔满意啊！我相信你，听将佢哋交俾你。我不满意。佢哋拜托你啦。我估呢个唔系真正嘅手抽。博士送咗只咁劲嘅宠物俾你。咁劲嘅宠物，哇，真系好劲喎！多得你唔少喎，多谢你喎，阿博士。咦，高级英雄抽奖券喎呢个，睇下可唔可以抽到劲嘢先。高级啊，好高级啊！英雄宠物选择券喎，可以拣喎呢个。我系咪应该要上网睇下拣咩咧？好啦，经过一番嘅沉思之后咧，我决定拣呢只或者呢只火或者风，但系。见到一般人咧都系拣风嘅话，呢个速度会快啲系咪？敏捷705，我睇下风几多先，784，冇错啊。咁就应该系要拣风啦，因为咧呢个游戏咧，你只要速攻快啲嘅咧，即系速度快啲嘅怪咧，你系首先会攻击敌人嘅。咁你首先攻击敌人咧，就有机会首先杀咗一只，令到你哋优势变大啊。所以我哋要拣风啊。咁我哋决定拣呢只啦。不过咧，火系虽然型啲，不过唉，算啦，拣呢只啦。召唤，我本来谂住拣人龙嘅，不过人龙我见佢技能咧喺呢只游戏好似唔系咁劲，所以拣呢只啦。哇！呢只猪跳，只猪马戏团出身嘅，佢跳嗰个圈先可以攻击我嘅。呢、这个 boss 打人啊，系咪啊？想过去，打低我先讲。不像话的山贼，顿家。漂亮嘅主人。佢呢个爆炸头，好有霸气啊！啊，又死咗只嘢。哇，打我千几，咁劲嘅呢个爆炸头，哇！佢碌棒打到自己条。啊！嚟啦！点击打，我哋有738粒石，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抽埋先。宠物领养所，购买。又系呢粒蛋，系咪次次都系呢粒蛋嘅？点击三星，非常好，拍烂手掌。仲有一次机会，又系呢粒蛋，会唔会又系三星啊？菊花茶，哇！哇！呢啲垃圾，哇！你睇几多重复咗，几多垃圾卡？